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阿丸公经济，我是国立中央大学气管系的教师佘建元。我们今天这一讲呢，要来讨论市场均衡分析哦。我们在接下去的几讲呢，我们都在讨论市场均衡分析。我在这门课一开始的时候呢，在前的部分有跟大家介绍说，我们这门课呢主要的目的在做什么？我说这门课呢主要在谈基本的经济学，而基本的经济学呢是在管理学院里面的是重要的基础课程之一，是重要的必修课。那为什么要有这门课呢？这门课的重点是要在帮助我们的同学呢建立起对市场的认识，这个是建立起你各位市场洞见的第一步。那我说呢，经济学家怎么来理解市场呢？我说我们从市场中的参与者，看他们怎么想、怎么行动来理解市场。那市场中的参与者有哪些呢？有买方跟卖方。买方的部分呢，就构成了需求。我们在 Part 2的时候呢，讲了非常多的一个关于需求，关于买家是怎么想、买家是怎么行动的。然后在 Part 3的时候呢，我们也讲了这个卖家哦，卖方是怎么想的，卖家是怎么在做他们的供给决策的。在接下去的几讲中呢，也就是这个 Part 4哦，我们要来讨论买卖双方是如何互动，他们的互动呢就交织而成了市场哦。我们所谓的市场是讲买卖双方因为买卖某个东西所交织起来的一个行为哦，不是讲那个市场的建筑啦，不是说那 Costco 的建筑哦，家乐福的建筑，或者说猜奇亚摊贩怎么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讲的市场是他们买卖双方怎么互动，他们怎么行为，怎么定价的这个事情。那在今天的这一讲呢，我们要来谈，如果你要讨论市场的话，看看买卖双方怎么互动呢，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市场均衡。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谈市场均衡。好，那我们说这个需求线呢，讨论的是这个不同的价格之下呢，如何影响买方的购买意愿哦，买方的购买意愿。那买方呢，价格比较低的时候呢，买方的购买意愿当然比较高，可是它到底最后能不能实现买到东西，我们就要来看卖方怎么想哦，卖方怎么想哦。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这个供给线哦。我们在 Part 3的时候有讲到这个供给线为什么是正斜率的，然后供给线是正斜率的哦，讨论的是什么？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呢，价格越高的时候，买方的供货意愿会越高。而我们在 Part 3的时候讲为什么它是正斜率的理由，是因为它要追求什么？利润极大化哦，简言之就是它要发大财啦。然后你在市场上卖东西，目标当然是发大财嘛，大多数的人是想要发财，然后赚钱，利润极大化哦，利润极大化。哦，那我们就说要为了利润极大化，所以它会 follow 什么呢？ follow P 等于 MC 的条件，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在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情况下呢，来决定它的产量，来决定它的产量，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情况下来决定它的产量，后面是因为还有利润极大化，所以当价格比较高的时候呢，它愿意供给的量也会越高。那为什么这个是正斜率的呢？因为这个边际成本这条线是正斜率的哦，边际成本线是正斜率，所以当价格拉高的时候呢，哦 ，follow 这个 P 等于 MC 的这个条件呢，你也会看到它愿意供给的这个数量也会越高。那边际成本线为什么是正斜率的？哦，因为边际成本递增啊，边际成本递增后面隐含的是边际生产力递减哦，边际生产力递减哦，所以给大家很快的复习一下哦，复习一下说为什么正。这个供给线呢是正斜率的，供给线是正斜率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当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呢，价格越高，厂商愿意且能够供给的数量也会越多，因为他们要发大财，要利润极大化。那我们在前一 part 的时候呢，也有稍微谈到说，如果说其他条件变动的话呢，这个供给线会怎么变动嘛？基本上你就看说，其他条件变动的情况下呢，怎么影响到边际成本线，然后有怎么影响到边际成本线，比如像说我说如果今天那个普遍上市场上那个薪资都上升了，那这个供给线可能会上移嘛，我们有谈过这个事情。那我们也说如果厂商加速变动的时候，供给线可能会外移，这都是其他条件的变动。厂商为了极大化自己的利润，那为了极大化自己的利润呢，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价格跟卖方愿意且能够购买的数量有一个正斜率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这条线呢隐含的是卖方的供货意愿，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供给函数写下来。那我们假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啊 ，P 等于2 Q 减10，然后那事实上呢，通常我们在讨论这个时候是讨论厂商的供给意愿是 Q 应该要放在这个左那个那个左手边，然后左手边不过呢，有些同学呢会习惯是说，这个 P
哦，这个 P 应该是这个纵轴啊，纵轴应该要摆，纵轴 P 应该要摆在左手边。有些同学会习惯这样，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写。然后，可是你知道我们在讨论是那个什么，给定不同的价格之下呢？哦，价格怎么去影响厂商的供货意愿？哦，价格怎么去影响厂商的供货意愿？哦，所以我们就说，哦，这个厂商的供货意愿是当价格高的时候呢，为了追求利润极大化，他愿意且能够供应的到市场上的数量也会变多。可是到底能不能真的实现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个东西是他的意愿啊。为什么他要有这个意愿？因为他要利润极大化，他要利润极大化。那他的意愿能不能实现？那你要看买家接不接受啊？哦，买家接不接受啊？哦。价格高的时候，大家当然是想要卖得多嘛，哦，大家想要卖得多啊。可是你卖得多，你能不能真的卖得掉？你要看买方怎么想哦，你要看买方怎么想嘛。哦，所以我这才是我们就是说，就是买卖双方呢，他们的互动呢，交织了而成的市场哦，交织而成的一个市场哦，交织而成的市场哦。那怎么样互动？怎么交织而成市场呢？哦，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哦，我们可以这样来想。哦，怎么想？假设哦。今天呢，在一个比较高的价格哦，价格所谓比较高的情况，你可以想象是这个样子哦。比如本来供给线呢比较里面哦，比较里面哦，所以供给跟需求交汇的点在这里。然后呢，突然今天呢，哇，因为利润是正的哦，涌进一堆厂商。我们在供给那部分有谈过嘛？在长期的时候，如果利润是正的。哦，超好利润是正的，或、哦、会吸引很多厂商。如果是在完全竞争市场下，厂商可以自由进出的时候，会吸引到很多厂商。那你就可以这样想象，哦，本来价格很高，做的人很少啊，利润是正的，哦，后来就涌进这厂商来，哇、哦，供给线就外移了。涌进这厂商的时候，你就看到一个情况，给定这么比较高的价格，哦，比较高的价格呢，买方需求线哦做出来这个，从这个需求线呢，哦，需求线是讨论什么？给定不同的价格之下。哦，平均每年或每月或每天消费者愿意且能够购买的数量哦，比如像说给定那么高的价格，消费者这个月啊就没有打算买那么多，可是现在涌进一大堆厂商来，哦，一大堆厂商给定这么高的价格下，大家都想要多卖一点，哦，大家都想要多卖一点哦，价格那么高的情况呢，哎，大家都想要，哎，我想要多卖一点，然后多卖点啊，这时候就发生什么情况？给定那么高的价格情况下，哦，厂商供货意愿那么高。啊，买家呢想要购买意愿没有那么高，那、啊、怎么办？你就会发现呢，这个叫做我们叫做超额供给的情况。当价格很高的时候呢，卖方的供货意愿呢，哦，高于买方的供货意愿。我们说这个叫供给大于需求，这时候有超额供给。那有超额供给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情况呢？突然涌进一堆厂商，整个市场上呢，比如说本来1万家，现在突然变成15000家，多了5000家出来，那供货量不就多了5000吗？啊，本来的这个价格下。没有那么多人要买呀、啊，没有那么多人要买啊。那突然涌进这5000家，那、啊、你就会发生什么情形？你就会看到说，哎，有些商家他本来的货突然就卖不掉了，哦，突然他就卖不掉，整批整批的都卖不掉。那突然涌进来这些人呢，他可能也整批整批卖不掉啊。那怎么办？你东西卖不掉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如果东西突然就卖不掉，本来都是卖得掉的啊。啊，如果其他人没有增加产量，只有你多增加产量，我说你相对于整个市场非常小嘛。我们说这个供给线，我们谈的是那个完全竞争市场下的小厂商，其他人都没有增加，就只有你增加，本来也是卖得掉啊。而且现在突然啊，莫名其妙多了一大堆人，大家都在增加，大家都在增加啊。这个时候，哇，你就有东西卖不掉了，那怎么办？你会怎么做？想办法降价喽！哦，想办法降价了嘛！哦，想办法降价，看看能不能吸引到消费者嘛？消费者到市场上，大家都卖同质产品的东西，哎，你今天东西卖不掉，你开始降价，啊，人家当然就先跟你买嘛！哦，跟你买，啊，你就看到价格在降低哦。所以有超额供给的情况下呢，有超额供给的情况下，我们会看到市场的价格呢会有下跌的压力哦，会有下跌的压力。哦，那下跌，当市场价格下跌的时候呢，这个什么？购买意愿会上升，那供货意愿会下跌哦。供货意愿会下跌，你现在都降价在卖了啊。我们刚刚讲说，这个供给线对个别厂商来说，这个供给线表示什么？供给线表示它的边际成本线嘛。价格下跌的时候，它的供货意愿当然就会下跌。它不想卖那么多，大家都不想卖那么多，全部都同时减产的时候，哦，就同时减产了。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个，大家都同时减产，那买的人觉得哎变便宜了啊，我开始到市场上来买。所以呢，这个超额供给呢，当价格下跌的时候，你也看到超额供给慢慢的在
在怎么样，在减少哦，在减少哦，在减少哦。那另外一个情况是说，哎，如果一开始这个价格很低哦，价格很低哦，价格很低哦，你可以想象是说，哦，本来品项需求线在这里，哦，需求线在这里。哦，那这个是这个东西呢，没多少人听过啊，所以没有多少人买。哦，现在突然，哎，大家都听到这个东西，哦，涌入市场上，突然涌入一批人，哦，来买。啊，本来价格很低，哦，然后呢，大家呢，哦，本来价格很低，哦，那大家那个厂商呢，不打算卖那么多东西，哦，卖那么多东西，哦，卖那么多东西，啊，结果现在突然涌进一堆人，你就看，哦，奇怪，我的店家前面一堆人在排队呢，哦，一堆人在排队。那你看到一堆人排队后，你会怎么想？我加价看看、哦、看看能不能卖得掉。你突然发现说，大家都突然发现、哦、这些小厂商看到每家店前面都一堆人在排队，然后呢突然排排、哦啊、你可能本来只愿意供应十单位的数量，前面排十五个人，那一定会有五单位的人买不到，那 后面五单位买不到会怎么办、哦、他们排在后面一定买不到啊，那怎么办？直接喊的跟老板说、欸、不要卖给前面那个人，卖给我加价，我也跟你买哦，那你是厂商，你看到哎、欸，今天排队啊，后面五个人都没得买，那怎么办？哦，你会觉得说，哎、欸，如果你加价后，我搞不好愿意帮你生产。哦，你如果加价后，我愿意帮你生产嘛？或者说我可能你就会突然看到一大哎、欸，每间店哦，每间小厂商前面都一堆人排队哦啊，还有一堆人买不到哦，你就想说，好吧，那后面的人我你加价啊，我额外再帮你做，我再额外找人来加班做给你哦，做给你哦，你会这样想，而且你也会想到说，既然那么多排队人要买我的东西，我加价我也卖得掉，我就加价把它卖掉哦，所以你就会看到，当有这个我们说这个什么价格很低的时候，厂商供货意愿没有那么高，那买方呢有很强大的购买意愿，所以这个时候呢会构成了什么？超额需求，需求会大于供给、哦、造成了超额需求，需求会大于供给。在这个情况呢，你会看到说，哦，厂商呢有涨价的意愿，买方呢也有涨价，因为一大堆人买不到嘛，就会要求厂商说，不然哦，我出比较高的价钱，你帮我再额外做，或者我出比较高的钱，你不要卖给前面那个，卖给我嘛，哦，对不对？所以有超额需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买卖双方都会愿意涨，愿意什么？你就看到有涨价的压力，买卖双方会觉得说啊买不到的人会说要不然就我就加价你多做给我，卖方也会觉得说欸那么多人要买我的东西啊，我加价看看欸，加价也卖得掉嘛，加价也卖不掉，突然一堆人都在排队。哦，所以你就会看到说有超额需求的时候呢，有涨价的这个有涨价的现象，哦，整个市场呢有超额需求的时候呢，哦，众多小厂商突然发现前面有一堆人排队的时候，厂商会有加价意愿，买不到的人也会有加价意愿，就涨价。涨价同时呢，卖家呢愿意供给的量会越来越多。那随着涨价同时，买方哦愿意购买的数量也会减少。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个超额需求慢慢不见，直到说买卖双方的力量哦达到平衡为止，哦达到平衡为止。哦，所以我们就可以算出，哎、欸，这个。刚刚有说到、哦、供给线长这个样子，然后另外也说呢需求线长这个样子，我们就可以算到一个这个他们的焦点、哦、焦点在 Q 等于12价格等于14的这个点上。那这个点是什么情况呢？这个点就是说，当你价格、哦、等于14的情况下，当你价格等于14的情况下呢，买方的购买意愿跟卖方的供货意愿呢，这时候呢达到平衡、哦、达到平衡，也就是说买方的购买意愿跟卖方的供货意愿恰好相等、哦、恰好相等，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叫做均衡嘛，我们说这个时候叫做均衡、哦、在这个市场里面呢，两种力量，买方的力量购买意愿，卖方的力量供货意愿，在这个时候呢，供货意愿呢等于购买意愿，两个力量达到平衡、哦、达到平衡，所以没有超额供给，也没有超额需求、哦，所以达到平衡了，那你就知道，你就会看到说，哎、欸，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呢，这个市场状态呢会一直维持下去。哈，经济学家说这个叫做均衡，然后这个叫做均衡，没有外力干涉这个系统的时候呢，这个价格呢跟这个数量呢会一直维持下去。啊，我们这时候说这个价格是均衡价格啊，这个数量是均衡的数量啊，没有任何外力的干扰下呢，哦，这个状态哦，这个市场的状态呢就会。
一直维持下去，哦，就要一直维持下去，就没有像刚刚我讲到走超额需求，哦，有超额需求的时候，哎，这个有涨价的情况，有超额供给呢，有降价情况，没有，在这个时候呢，买卖双方的力量达到平衡，哦，如果没有外力干涉情况，这个市场状态会一直维持下去，哦，会一直维持下去。那实际上呢，究竟市场的这个均衡呢是怎么样来达成？就实际上，我说你可以用我刚刚谈的哦，有超额需求啊就涨价，有超额供给呢就降价哦，超额供给就降价，超额需求就涨价哦，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理解啦，然后来理解说，哎，在均衡的时候，买卖双方的力量就达到平衡。可是，在实际上，实际的现场上呢，哦，实际的现场上呢，你怎么看到这个均衡怎么样来达成？双方买卖双方是怎么样达到合意？达到说，哎，大家都觉得 OK， 这个价格我满意，然后大家都没有意愿再改变他自己的行为。哦，这个事情呢，哦，比较复杂，哦，这个比较先进的领域啊，就牵涉到市场的微观结构，哦，要在比较进阶，哦，非常进阶课程才会谈这个东西。啊，在这个阶段呢，你大概可以这样去理解，哦，理解说，哦，这个市场均衡呢，哦，就是买卖双方的力量都达到平衡的时候，哦，买方的意愿呢，也等于卖方的意愿，哦，买方的购买意愿等于卖方的购买意愿，在没有任何外力的干扰情况下，双方都没有意愿去改变他们的行为。哦，都没有意愿去改变他的行为，所以就没有我刚刚讲的超额需求的时候，哎，可能你会想说，买方就说啊，不然排不对买不到的人会想说啊，不然涨价吧。啊，有超额供给的时候，卖方哦卖不出去的人会想说我降价吧。大家都有意愿改变他的行为，可是，在市场均衡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意愿改变他的行为，所以在没有外力干涉的情况下，市场会一直维持下去。你可以这样来想这个事情哦，在这个比较我们初阶的课程之中啦。那经济学家呢，基本上也认为说，我们平常所看到的。哦，所看到这个什么这个价格哦，平常所看到的这些市场价格或交易量，比如像我说这个毛猪的每月的交易量啊，跟月平均的交易价，都是市场均衡的结果。哦，我们经济学家一般来说，你看到那个市场的价格跟交易量，哦，比如像我之前我跟大家提到过嘛，去看那个农委会有建置一个网站，然后这政府啦，应该是农委会吧，哦，可能他们发起的哦，有个田边好帮手网站，里面有记载了一大堆各式各样的哦。比方蔬菜啊，哦，猪啊、鸡啊、鱼啊等等的交易量啊，哦，每个月的，哦，每天的各个交易量，它的价格，我们经济学家会觉得说，你每天所看到这个交易量，哦，跟这个价格呢，都是市场均衡结果，也都是都代表这一点，哦，都代表这一点，怎么达成的？哦，啊，会不会有些时候有超额需求，有些时候有超额供给？哦，我们会觉得说，哦，在那一天的交易里面，很快大家就达到这个均衡，哦，大家就达到这个啊，怎么达到这个均衡？你可以用我刚说的那个方式来想，我当然实际上具体面在市场里面，买家跟卖家怎么具体达到那个均衡的，哦，或者说你可以去谈说在股票市场、金融市场里面买卖双方怎么快速的达到这个均衡，哦，这个比较涉及先进的领域啦，哦，牵涉到市场微观结构，我刚刚跟大家提到，哦，这个稍微复杂一点，哦，将来在非常进阶课程你可以谈去理解它，可是在现阶段你就会想说 ，OK， 不管它怎么达到了，你可以用我刚刚的那个方法来想啊，你也可以就不管它，反正你就知道说。哦，它就达到这个均衡了。哦，然后我们经济学家一般来说，我们平常看到的这个市场价格跟交易量，就都是这个均衡价格。哦，就都是这个均衡价格，包括在那个蔬菜啊、哦、毛猪啊，或者像金融市场上啊、哦，金融市场在研究如何达到这个均衡，是个非常先进的领域啊。哦，市场微观结构啊，是个先进的领域。哦 ，anyway， 我们就说看到的平常这个市场价跟交易量，就是市场均衡的结果。那、啊、可是你接下来会问我一个问题啊，你说。啊，可是你平常看到那个股市价格上上下下啊，我刚刚说那个，你去看那个菜价哦，猪的价格哈、哦，那个鸡的价格、鱼的价格、虾的价格、海产价各种价格，每天不是变来变去吗？啊，那是怎么一回事？那个是怎么一回事？哦，经济学家会说哦，我们平常看到这个每天的哦均价哦，每天的交易量，那个都是市场均衡结果，那它为什么变来变去？哦，那为什么变来变去？我们平常所看到市场价格变动是怎么来的？经济学家会认为，这个是市场均衡的变动，也就是市场均衡变动。我们刚刚说，在没有外力干扰的情况下呢，哦，买卖双方的意愿，哦，买方的购买意愿跟卖方供货意愿相等，在没有外力干扰的情况下，大家都没有用去改变他的行为啊，这个市场状态会一直维持下去。哦，可是呢，你看到平常这个价格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啊，因为影响购买意愿跟影响供货意愿不是只有价格啊，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其他因素啊。那这些其他因素时时刻刻都在改变，所以经济学家认为这个市场均衡变动是因为来自其他因素变动的结果。
其他因素变动结果。那有哪些其他因素变动结果呢？有哪些其他因素变动结果呢？我们在前几 part 的第二 part、第三 part 的时候都有稍微提到这些东西嘛，其他因素变动会如何影响需求线跟如何影响供给线。我们现在看看需求有哪些会导致需求线变动呢？哪些其他因素的变动会导致需求线变动？比如像第一个相关商品价格的变动我们有提到过啦。如果我说你这个需求如果是什么？如果今天是指毛猪的市场猪的市场的需求线，那其他相关产品的价格是什么呢？鸡的价格啊，牛的价格啊，像这些东西高丽菜的价格啊，高丽菜跟猪肉，你觉得到底是替代品还是互补品？应该不是替代品啊，是不是互补品？可能是，可能是。然后有人吃猪肉一定要配高丽菜嘛，至少去日本料理店的时候，那个猪肉都会有高丽菜丝嘛。所以高丽菜价格变动的时候，可能会影响猪肉需求，然后或许这个没有。没有证据啦，我们没有去看这个资料，没有去看这个资料，不过 maybe 是这样子，这个就其他相关产品价格变动。那消费者所得的变动，消费者所得变动我们有谈到过嘛，这个消费者一般性的所得变动，看这个商品是什么，正常财还是劣等财嘛，它也会变动。消费者数量的变动，刚刚我讲过嘛，如果今天这个市场上有怎么样，一万个消费者，啊，需求线是这样，如果变成15000个消费者呢，当然就外移啊，买的人就变多了嘛，那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叫做对未来预期价格的变动，对未来预期价格变动，这个东西我们在下一讲会讲，在下一讲会讲。好，所以这些变动的时候呢，就会导致这个需求线前后左右动，啊，所以你看看。供给线跟需求线交汇成这个市场均衡价格嘛，所以需求线拉动的时候，这个均衡价格跟均衡数量不是就会动来动去吗？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平常你看到的市场平常我们说经济学家说你平常看到这个交易价格、交易数量的变动是来自于这个均衡价格变动，是来自于其他因素变动结果，这是需求线。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供给线。导致供给线变动的其他因素有哪些？生产技术的改变，生产技术比较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的结果导致什么呢？导致说，边际成本下跌了，边际成本下跌，供给线就会外移嘛，供给线就会外移嘛，在现在技术变好啊，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来卖东西啊，生产技术改变，那什么生产要素的价格改变，我们。上一 part 的时候有谈到这个嘛，如果薪资普遍性的上涨会怎么样影响供给线上移嘛，在生产要素价格改变，那生产上的替代产品或联合产品的价格改变这个东西也会影响供给线，什么叫做生产上的替代产品的价格改变这个我们在下讲会讲这个东西那最后一个呢是对未来预期价格的变动，然后这个我们在下一讲会讲这个东西。那当然不止这几个因素啦，还有非常非常多其他因素，这个是比较有趣的，我们也比较常讨论的，因为或者说我们也比较喜欢讨论的这个导致供给线变动其他因素那这些其他因素变动的时候呢，它基本上就会拉动供给线。所以你看看需求跟供给线的交界是市场均衡，在给定这个价格的时候呢，如果交界点刚好就是说没有超额需求，也没有超额供给，没有超额需求，也没有超额供给，所以这个时候买卖双方，如果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买卖双方都没有愿意改变他们的行为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市场均衡。那如果你供给线呢开始这样晃动，晃动是什么意思？就是其他因素改变嘛，那你就看到这个均衡的价格呢，就会开始也跟着改变，均衡数量也会跟着改变那我们就说这个均衡价格跟着改变，均衡数量跟着改变，就是你平常所看到的。我们在市场上我看到这个交易价格、交易数量的变动就是来自这么来的这是经济学家的看法所以在这些讲中呢，大概跟大家讲了一个，当我们讨论市场双方市场里面买卖双方买卖双方互动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市场均衡我们说如果市场均衡呢，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呢，买卖双方意愿都没有意愿改变他的行为，所以如果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这个状态会一直维持下去，这个就叫做市场均衡。我是中山企管佘建元，我们下次见。